朋友们，今天啊，我们来开一个大会。大会的主题呢，就是如何在公司不留痕迹的摸鱼，玩星穹铁道。有的朋友就疑问了，公司的电脑怎么可以想那游戏呢？哎，这位朋友问得好，你想到的铁道他也想到了。下面呢，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，只要有一个网页，直接搞定。没想到啊，铁道也有一天沦为了网页游戏。星穹铁道启动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战斗，打个可可力呀。他自动，三十帧也很流畅，感觉回合制完全够用。崭新的未来，一心同归。该说再见。怎么感觉比 PC 还快呢？啊！我们再换一下大青龙，给大家看一下烤炉的感觉。切人也是很流畅，看一下细节啊。真好看。演示呢，我们就先到这里。下面呢，我们来做一下本次的会议总结。总的来说呢，云星铁如果上线的话，肯定呢会解决很大一部分人的痛点。因为现在大家都面临一个问题嘛，游戏越来越大，手机内存呢又有限。云星铁出现之后，那么这些都丝毫不是问题，属实上班摸鱼、居家旅行必备神器了。而且从刚才的演示我们也能看出来，不管是跑图还是打怪，游玩体验呢都是很流畅的。强烈建议有需求的朋友都去体验一下。那么本次的会议我们就先看到这里了，散会。